开心，也温暖了别人。那刚刚我觉得今年最神奇的是，我们做了冷冻五天、冷冻十天、冷冻二十天的，还有二十天、二十天的试验，结果发现冻越久越好吃。特别用了日本的进口的熊本面粉下去做这款蛋糕，我就觉得那个粉质不一样，所以我今天在节目上面讲，我说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用真正的蛋跟面粉，就很多人还问我说，哎，蛋糕不是就用蛋跟面粉吗？这有什么好强调的？No, 鸡蛋布丁没有蛋。很多蛋糕布丁，鸡蛋布丁里面是没有蛋的，是用蛋粉的，对不对？那熊本面粉是比一般的面粉还贵，对不对？对，贵到快不多两倍了。可是因为用这样的面粉，它跟那个油脂的那个结合度才会够，还有所以冷冻解冻就还有法国的奶油啊，对，那个奶油是一般奶油的三倍价。你用什么奶油？意思你的，那个是号称奶油界的 LV。Because 基本上我们的用的ingredient 都很好的啦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用进口的。你中文很烂没关系，你可以用英文，因为买我们蛋糕的人很多英文都很好。OK。Yeah, yeah. From ingredient standpoint, we tend to use things that are from France or from out of the country because their quality is a little, much better than. So egg is from Taiwan, okay? And the flour from Japan. Yep. And butter from France. Butter from France, okay? Yep. MB 我很感动的，很感动，说你们后来把它决定用有机蛋。那个颜色更漂亮，谁的想法？当然是有钱的老板想法。我跟老板讨论过，这种小孩我们最喜欢，因为知道是公益活动，所以的死命的让老板多花一点成本，成就他的这个丰功伟业。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是，在这些添加物的风潮里面，我们找到一个这么纯粹的东西，我觉得会让大家有一种回归到原始。那事实上我觉得做好这件事情也是对，就是我们当然发了一个善念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年，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原始，就是大家想要用一个很可爱的吃蛋糕的事情来成就一个好事情，这个是最棒的呀。2013诚心做好事。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感动，快不快乐都要珍惜每一刻，带你去飞翔，带你去遨游，找个属于你我宽阔的天空。你说你曾盼望那一道阳光出现在每一个温暖你的地方。